凡哥是多不讲话，你问他，他至少会回答吧？会，可是他就嗯啊嗯哦。所以你们在家两个人是非常安静，而且他哦，说到这个，他还跟我讲说，他说稍微跟我讲一点话，他也不能带一点黄色，他就觉得说我不正经。因为他有时候会讲一个什么，我就会回他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就是黄色笑话大王吗？是啊，黄色笑话大王。你为什么在家会这样？你讲黄色笑话，他还会他还会指正你？对，不可能，真的。而且我跟我朋友有时候在视讯在讲话，我们会讲一个女生，有时候会讲一些比较 girls talk， 对对，比较私密的事。他经过，他讲说 ：“Oh my god， 我真的听不下去，你怎么这么肮脏？”不会吧？不可能，凡哥不是很低级吗？